近日，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宣布，知名演员胡歌将以两个不同的身份和造型入驻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了。儒雅清俊的梅长苏造型和西装版的现代造型引粉丝们期待。日前，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曝光了蜡像制作的花絮，称蜡像的制作过程中量身环节是最辛苦的，没有想到要制作两个造型的胡歌却乐在其中。量身现场，胡歌展现暖男本色，变身卖萌耍宝小能手，连工作人员也对他夸赞有加，一起来看看吧。今天我就带大家来一起解密神奇的量身过程吧。现在在做面部采集，据说一会儿我的脸上要被画上许多点，都是为了数据采集更加精确。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同一个姿势已经拍了几百张照片，塑像师们还在认真的工作，据说还要继续测量两个小时，总共要测量几百个数据。不过今天终于见识到了杜莎蜡像大师是如何工作的了。